哎，这个俩怎么都分店了？成交了？嘿嘿，我给你俩拿上等啊。哎呀，你还离我俩远点吧，我就是这么被传染的呀。哎，没事，咱都不是一个物种，传染不了的。哎，等我，大哥。嘿，终于到人体体内了，可以感染人类，征服世界了。大哥，咱是禽流感呀，能感染人类吗？这地方上都挂锁着呢。放心吧，老弟，咱大卫上就是专门开锁的。哎，大卫上，这是天纵英才啊！不会说话，少说话啊！老魏，大卫上，来给开个锁呗。通开了，巨人。这我们的一小步，禽流感的一大步呀！走，感染人类，感染世界。好嘞。大哥，我们仨突然就感冒发烧了，什么情况这？哎，你这被他俩传染了禽流感呀！这玩意儿传染人概率很低，你就有那么幸运。